黑的一片，感觉不到为什么。我的天哪，我不知道我的鼻炎又因为什么引起来了，然后一直在打喷嚏。那倒没有，我不太容易感冒，再说我又没出门，梳的头发还是湿的。我感觉好像给自己搞一个，这叫什么玩意来着，精油，头发是不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炸？但是我为什么这面的头发这么挡眼睛？然后这边扒了扒了，不知道。反正奇奇怪怪的。可能刚洗完头，头发不太听话。这啥？传统异能。每次都要问问我眼睛多少度，不告诉你猜吧，自个儿猜。再给自己涂点口红。我吃了。巧了，今天正好，哇，怎么这么糊？这个口红涂的显得我这个整个人现在像刚吃的小孩一样。我今天吃了那个炸鸡，好点，主要太油了。第二针不要三周后吗？21天之后，应该是5月20号，差不多吧。你为什么撞到了人最多的那天？因为大家都去找那一天去那个。啊，5月20号已经是过两天的事情了。换一首歌。看见你在我眼前。对啊，晚一点大家也可以嘛，找一个就是最近那几天没有事儿的一天的。我还没有到第二针的时间呢，21天，今天应该是第20天。因为我打疫苗打得比较晚。但是我打完第一针我没有什么反应，所以我觉得第二针我未必也会有什么反应。晚上好。
但是上面有人说第二针的反应要比第一针强烈一点。这二者其实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嘛。那你可能是你当天的确困，有没有想过这一点？那说明你很好啊，你这个天赋异禀。他们有很多人打完第二针就很难受，没有反应不是一件好的事情。我记得我刚打完针那天还在学《加油女孩》的那个歌，然后不是说不能剧烈运动吗？我就坐在那里学完了这个歌。年轻怎么就好了？你们也年纪应该也不大吧？那你属于你可能当时打的时候那个打针的人的问题吧。晚上好啊。明天还有事儿干呢。我今天看了那个叫什么公演的那个排期，我真的是一口毒奶，虽然你们肯定都不知道。我突然发现我在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上面说的真的很准，就是我昨天还是前天，我就在那里和别人说，我说我们好几场公演都是周末了，估计下一场就是这下一周，就这周的下一周，我说那估计下一场要周四了。没说周五，没说周六，没说周天，我说那可能要周四了。结果今天一看，周二是周四。对啊，我怎么总在这种事情上说的很准？我咋就不说说我自己出去捡个几百万？我要谁？什么叫用几百？要几百万干嘛？要几百万当然花了，不然干嘛？你这问题问的，这世界上难道会有人不想要几百万吗？那估计就可以满足我这个买一百套房的愿望，就可以让我再多买几套房。对啊，那花我跟你讲，我都能给你想出花来。有啥游戏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说，我今天真的看了个游戏，那个游戏挺好玩，但是不知道你怕不怕恐怖游戏。哦，今天看了个游戏叫打鬼。那游戏叫打鬼，顾名思义呢就是打鬼，就是你是一个小孩儿，你来到了这个村儿里面，发现除了你和一个老太太都没有人，都是鬼。然后这个老太太吧看起来也不太像个活人的样子，但是她教你，她给你武器开光了，你就去打鬼去了。嗯，好玩。
是 Steam 上的游戏。勇哥这个没打完，卡住了，我这个运气不太好。但这个打鬼很好玩，你看别的恐怖游戏都是你只能跑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跟鬼正面刚。电影里面的音乐很好听，我刚才放了有一首歌，就是那个打鬼里面的歌，但是就放了个前奏，我又换了。真的很好听，就是又洗脑，然后节奏感很强，听着就很想抖腿。我还没怎么放，哎，对，就是那个唱戏那个，因为他这个游戏的背景在台湾，然后他就是里面讲的都是闽南话了，我听不清，听不懂，我只能听懂腰瘦嘞。怎么又有人泥塑我，真过分。那我自个儿屋就这么大，那不准能带，这个角度好看，我就一直这个角度呗。找到一个这个合适的角度已经很不错了，很困难了。我不是哦。我没玩过钢轨，我看过那个实况。我当然不是，开玩笑。那我没玩过。我没玩过生化系列，但我做梦梦到过，就是生化系列我从来没有看过，但我做梦梦到过。我跟那个编剧共用大脑的。你就听吧，去年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，给你们放一放。我真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，就是我听不懂他唱的啥。音乐不分语种。但别人点击我的直播间，可能在想这是什么神奇的 BGM。生化系列是打丧尸吗？就跟电影里面长得一样是吗？这不是粤剧啊，这是闽南语啊，人家背景是台湾的，怎么可能是粤剧呢？这是一个游戏的 BGM， 打鬼游戏的 BGM， 对，就配这个音乐打鬼，你知道吗？的确都打鬼了，他肯定是这个事儿的呀，他肯定不能是喜事儿的呀。对啊，就在这里面，就是这个小孩儿，就是这个主人公，就是我，这个我第一次来这个老太太她屋里面，她跟我说上二楼吧，上二楼找东西，你妈给你留了东西在二楼呢。我说行，我就上去了。
然后那门就打不开了，门锁屋里面了，就开始放这个 BGM。对呀、啊，对，配这个音乐就打鬼，那鬼就冒出来了。害怕啊！你一回头，回头杀，这个老太太就这样折着从门口这样看着你。但这音乐很带感，真的很带感，摇起来了已经开始。啥冷兵器？现在兵器，他拿个令牌，拿令牌，拿令牌生肖人家。你以为急急如律令？不是，人家就开了光的令牌，拿令牌砍人家，近战的还是？那可能就是差不多吧，这个我就不太懂。对，你鬼在那站着，你啪啪啪削他就好了。这是 BGM 的话，这还怎么玩游戏呀、啊？你还想听人家 BGM？ 他还有好几首 BGM， 但是我就只听到这一首。对，晚上好啊。怎么地上还有鸭脖啊？我发现我最近说什么都很准。以后我就可以这个去道破天机了。真空包装的。那我现在才发地上有个鸭脖，这鸭脖不都已经变成那个培养皿了呀。我不知道我白没白回来，我这怎么能感觉到呢？但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晒很黑啊。是，变白中，迟早会变白的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很过分。我昨天一大早起床，然后打开抖音，正好你推送了那条抖音，然后我就假装没有看到。无语。哎，我怎么喜欢的音乐里面有些音乐都灰了呀？不过好像还好，没有几首歌混了。哎，还挺多的。
我用的是网易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网易云的会员。对，有些歌听着听着就黑了，我灰了，很过分，就经常放那首歌，那首歌就慢慢就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还其实是电，哦，原来他放的不是我的歌单，好尴尬。哎，是不是我的歌单？这什么？的确不是我的歌单，我怎么会放一首《大风吹》呢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去坐亲戚家的车，他正在放邓丽君，我记得当时很早，早上四五点钟吧，反正是没有四五点啊，六点多钟吧。我听，本来我很精神的，那天我晒起来了。本来很精神的，就是因为他放的那个邓丽君的那个金曲啊，就是一直那酒加咖啡啊，然后我睡着了，并且他后面有一些邓丽君的歌我没听过，当时那个路上有些颠簸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些颠簸，然后他那个音乐啊跟那个路况合在一起了，那首歌就哼。哼，但不是那个《西游记》啊，反正就是这么一首歌，然后那个路面在颠簸，就这样晃一下给我惊醒了。真的，当时有首歌还卡点了，我都震惊了，可能是吧，我不记得是哪首歌了。那首歌我就先没听过。这个怎么，我的歌单怎么都是这样子？QQ 音乐学生证可以80一年续费豪华版，但是我的网易云。会员是免费的，是我因为我是88会员，傻了吧？对，我也是优酷的会员。哪里炸毛了？没有很炸毛啊，我这还特意涂了精油。但是感觉这次头发洗之后也没有什么颜色的变化。对啊，头发好多呀，没办法，好羡慕，全都长在我的脑袋上。不然呢？那没有办法，这我自己的头发。保佑粉丝头发多一点是吗？在玫瑰路有
然如此，我算一算，我掐指一算，我算一算这个抓蕊粉丝头发多不多。掐指一算，现在是几点？现在8:33，8+3=11，11+3=14，算一算啊。哎呦，哎，是这样算的呀。的确是这样算的呀。对啊，你看那电视剧里面那算命的不都这么算的吗？都这么算的呀，没有问题啊。嗯，我这刚才还夜观了天象，哎呦，脖子好痛。我这夜观天象啊，那我这从这个缝里面就能看到天象啊。你这个我开直播之前也是晚上，我拿外卖的时候夜观的天象。我观出了啥不重要啊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刚才给你们算，对呀，这一切都在不言之中，知道吗？我掐指一算，我算你们这个生化这个之路啊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但你未必能求索。知道吗？话就放这儿了，天机一般只能给你道破到这里了。这个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啊，这个内心的这个含义，知道吗？自己悟吧。对。我算的准不准？你怎么知道我算的准不准？这万一我算的准呢？嗯？我都准确预测出了，我都准确预测出了这个下周公演在周四。对，算准了得给钱。是吧，你看看，给你算明天会挨骂吗？咋天天就想着自己挨骂呢？啊，你预测，你预测，你来预测一个。能算彩票，我要能。这不行，这天机，啊，这个天机是不能泄露，知道吗？这个天机不能泄露。这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再说了，我能算到的话，我还告诉你。这种好事还能留给你啊？今年总选排名，今年有48个人，你要把48个人全念出来啊！
这是不是为难我了？这愿力是不是太大了？对啊，这种天机不能随便泄露。是吧？这不合适啊。再说你看看，我这万一算准了。我这万一算准了，这因果呀，啊，对呀，那能行吗？没关系，你能认识我就行。你只要不跟我说你好你是什么都成。开玩笑，那能给你们随便算吗？肯定不能的。这话说的我已经开始饿了，看不得这几个字儿啊，那么每天都好困啊，你睡觉吧你。我知道了，早上晚上睡不着，早上睡不醒，一身的疲惫，当躺在床上的一瞬间，酒店就清醒了。早上说着我今天一定要早睡早起，晚上凌晨两点还在看手机。这当然不是我，因为我能早起。那谁早起不来就是谁。我知道了，明天我们在口袋比谁起得早，到那个点睡的不算啊。比我起得晚的都是小狗。你快睡吧，为了防止有人不睡，七点以后才算数。七点以后才算数，有本事你们就七点再睡。哦，八点睡的，好家伙，已经上来自首了，不说还不知道，你看看，一说全盘托出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之前刚进团的时候，每天五点起床，因为我们学校我就是五点起床。十一二点睡吧，每次五点起床之后感觉人生很寂寞，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人醒的。因为生物钟养成那样的，后来好点了，后来六点起床，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，现在七点起床。
因为我睡不到中午，除非我生病了。有的人就是睡不着，没办法。我就像有的人能睡到下午五点，我也想，我睡不了，我睡不到，主要是。真的，就比如说放假的时候睡觉不甘心呢，我说我要睡个懒觉，明天我要睡到，我记得有一次真的是，有一次早上六点了我还没有睡觉，真的早上六点天都亮了我还没有睡觉，我说得了，这次肯定能睡到晚上下午，然后十一点我醒了。对啊，早起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都比别人多早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活久了一点。两天没睡太正常。跳弓也运动量大。你不知道，就像你们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，就是当你完成一个事情之后啊，你特别大的运动量，然后你回去之后你说哎呀好累，我要回去睡觉了，躺到床上已经清醒了。啊，但我不吃早饭。但虽然我醒了，不代表我从床上起来了呀。那早上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干啊。你这不行啊，怎么不吃早饭怎么就不能起早了？对啊，你可以躺着玩一天手机啊。就像我那天起床之后，因为躺着玩了一天手机，起床的时候我感觉我说脑袋有没有在脖子上，好累。那不行，我这个身体跑不了，我能跑100米吧，再多就不行了。早上呢我一般建议是喝粥，但是我家呢一般都是吃第二天前天晚上的剩饭。可不是吗，我现在脖子很痛。吃剩饭怎么就不健康了？前天晚上剩饭怎么就不健康了？没办法，吃不下，吃不了，不能浪费粮食。这不可能少点呀。就像你一顿只能吃五块排骨，你难道一顿饭就做五块排骨吗？是吧，也不可能啊。那肯定都大家都做一盘啊。并且我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家就我和我妈俩人，就我和我妈俩人，我回家我妈还做五六个菜呢。天哪，这每天像是被放出来遛会儿风一样。
有的人没有呗。我不知道我的歌单让他变民谣了，他觉得我适合听这个，我都没仔细听我的背景音乐。我你这一说，我突然反应过来。对啊，听听无这个。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说这游戏的 BGM， 他们这个乐队叫百合花。听听其他的歌，哎呦，这个名字厉害，这首歌名字叫《早知莫投胎》。困伤多。啊，有法度，只好继续困吧。加当讲啊，顾不你，将梦啊，我是要爱。这个是不是杨坚的？我先看不太出来。他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是很杨坚。听说这个时候也是在打鬼的时候放的 BGM。他说这个时候正在打同一个女鬼。就这个时候你正在拿你那个小令牌打红衣女鬼的时候，就给你放这个 BGM。 啊，都有节奏感。这种游戏都快乐，别的游戏你只能跑，这个游戏哐哐就能打。哎，这句歌词我听懂了。你以为海南的房价我能买得起吗？海南现在房价已经很贵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去研究了一次。之前就是当时坐车的时候啊，看到一个房特别好，我的妈呀，我说这个真的好啊，前面就是一小公园，又一堆又有一条大河，然后河景房，位置地理位置都很好。哎呦，然后我说这个地方应该也不是很近吧，查一下房价，虽然没有南方高，但是也挺高了。我说的就是这个陆地上的南方啊，海南它不是个岛吗？嗯，对啊，你学地理的时候想没想起来有三个字叫海南岛？他这个歌真的好多呀。再看看，那你世界地理不也有吗？看看这个歌单叫少女心狙击手，我听听有多狙击。你都学中文了，不顺便学学地理？长沙房价多少钱？
听听你们嘴里的便宜是如何一个地位。这么便宜、啊、长沙为什么这么便宜、啊、哦好吧，那挺好的，好羡慕，反正都买不起，随便羡慕一下就好了。就给自己充了个 VIP， 我都没喝过茶颜悦色，再说现在奶茶都好贵啊。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基建狂魔，知道吗？每天脑子里面只有种地和买房。对啊，大家的愿望都基本上都是种地和买房。也就是月球不能种地，太难过了。不管什么游戏，到最后肯定最后的就是能让我们玩得下去的原因，都是可以种地和买房盖房，真的。对啊， Minecraft 就是我觉得而这游戏不就是种地和盖房子的游戏吗？还有那个 Switch 上面有一个游戏叫创世小玩家啦，那个也是种地和盖房。就连我现在玩那种游戏啊，仙侠类的游戏啊，就是某某游戏啊什么的，不是武侠类游戏吗？到最后也逃脱不了这个种地和盖房。没，现在不玩糖豆人了，因为糖豆人现在没有种地和盖房，就圈不住我这种玩家。这 QQ 飞车也没有种地和买房啊，所以他没留住我。Minecraft 的游戏锯齿模式我玩过，但是我觉得还是种地和买房比较有，种地和盖房子比较有意思。买车有什么意思啊？买车没有意思啊。他就应该一边开车一边种地，然后他就出新车，出什么拖拉机啊，自动种地机，还有什么自动播种机。自动洒水机啊，洒水车呀，对，收割机、播种机，你这个东西开出来之后，这个人流量马上又刷刷刷的。真的，游戏留住我就是靠这个种地和盖房子能留住我。我为了就是可以就是这种，我甚至可以接受那种一直砍树的，无限砍树，我可以，只要能盖房。这不很正常的事情。
专门种地的游戏，不好玩啊。那专门种地的游戏，你每天只有种地，也没啥意思，就喜欢别的游戏里面带个种地。我就喜欢在那种别的游戏里面只玩种地。牧场物语是大熊的那个吗？能盖房吗？哎，我推这个狙击就是这么硬核的歌呀、啊！哎，咋全是他的歌？一个天蝎座的听歌列表，让我听一听。三国志里也能种地啊，好玩。它上面写一个天蝎座的听歌列表，我听听天蝎座的听歌列表听的是什么。我一般，我平常不怎么听歌，我听歌比较喜欢看歌词。天蝎座这个，他这个人说的天一个天蝎听歌列表啊，这个歌单是这样写的，这个歌单写的是。在这个年纪也许不配拥有爱情，痛苦，我怕你已走又怕你未知。这歌单有点东西啊，想说即兴完美降落还是会想哪儿都是你，高级爱情故事。来，还有说散就散，就是渴不可以，还有这个什么云烟成雨，没有理由，我像个傻瓜。哎呦喂，偏爱，不怪他。感谢你曾来过，爱存在。晚安，你走以后，下雨天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失眠飞行，丢了你。哎，真的是，怎么回事啊？冬眠，回到夏天，永不失联的爱。哎呀，还有无人知道呢，把回忆拼好给你，是想你的声音啊，还是分开，它只是经过，会不会你疯了？哎呀，还有阿拉斯加海湾呢，啊，还有爱人错过，试着忘记，无法坠入爱河。另外一个人唱的无法坠入爱河，努力工作吧，苦尽甘来。这天蝎座听的歌有点多呀，我在等，给你呀，关机又关机，放手，离开十七岁，你即是温柔，怎么办？真的绝了，还有什么无力感？这是天蝎座听的歌单，还是王心凌听的歌单？对啊，怎么都是这种歌？然后这里面还有评论，这个评论真的是，这个评论让我震惊了。没有，只是因为这个名字叫一个天蝎座听歌列表，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眼。但是怎么会有人写的这么非主流啊？这个人写天蝎座的人，
戴着耳机走，外表高冷，实际内心这座城市是一个浪漫的艺术家，但是他让太多人在这里迷路了，或许只是想要人们把他记住吧。带着这座春天初夏才会开的花，身边那个来了又走不回头的他，什么东西啊，救命啊，绝对不是眼泪，只是碰巧下雨了，有种那种看过来都哭了的感觉。凡间变成花野，谁想到天蓬元帅落入凡间变成八戒，不住天与地之间又有什么差别，你不说的话又有谁能真正的。对啊，你哭了吗？好好笑，真的怎么会这样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天蝎的女孩子待人很好，但太倔勇，慢热感性，但太多虑。希望每个天蝎的女孩都能够开心快乐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至于吧？怎么这每首歌感觉下一秒都要哭了？这可能只代表人家，不代表我们剩下的人，好吗？我们其他天蝎座做错了什么？对啊，不要上升我们这个群体。嗯，我的确是天蝎座，想不到吧？哼。不知道，我其实平常我不怎么听歌。天蝎座没有什么特质。哎，说长得好看的，你是不是自己是天蝎座？我的确很爱拉黑人，但是应该只有我不要上升这个群体。我想听这些歌都是什么样子。偏好的音乐风格，我只看词，只听歌词。但我喜欢比较温柔的歌。没有吧，我好像没有很记仇吧。除非这个人做了我不能这个原谅的事情，就像我很讨厌，你讨厌别人骗我。哇，那我这个小本本估计已经写了。写新华字典那么厚了，那完了，你要加入暗杀名单了。
这个直播间没有很多天蝎座吗？不应该吧？哎，好多啊！哎，好尴尬，还要给人拉黑，人家已经把你删掉了。看来已经逐渐接受自己这个事实了。为什么被人伤害过？啊，是我吗？就这个星座，一说这个就不困了。怎么也只能这个捕捉关键词的。但也没有到这种地步吧，就是你不说其实也没有人知道了。怎么全都是这种说唱的？天蝎座爱听说唱。刚来，现在有什么话题？现在话题是问你什么星座的，你可以听着我的直播睡觉。我不研究星座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星座有什么特点。就像现在你跟我说让我把十二星座念一遍，说实话，我十二星座我现在都不知道有哪些，想不到吧？完全不了解。张希有研究？你扯，张希怎么可能会有研究？他连我的生日都记不住，他有研究？开玩笑，我都记得张希的生日是八月末。记得呀，这不是八月二十七就是八月二十几，反正差不多就那两天嘛。今天会有特效吗？今天没有特效。你看就那两天嘛，加两天八月二十九嘛。说那两天就只那两天。他是处女座呀，差两天啊！张先生说记我的生日差了四天，四天四十五，就一周好吗？一周才七天。鬼知道他记错哪一天啊，他可能记成24号还是25号，不记得了。哦，那就是六天，那是一周，哎，就是一周，你看看。
我从来不记得朋友的生日，说实话。你哎，又回到那个话题，我不记别人的生日，但求别人也不记着我的生日。我看书不放音乐。但是我会祝别人生日快乐，哈哈。一般就是想让别人尴尬。因为别人一祝我生日快乐，我就会尴尬，然后我就想就是不想让自己尴尬嘛，就欣赏别人尴尬又无措的表情，尤其是给别人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场面。所以我总是去给别人过生日。因为你想想，就上次介绍那个张艺杰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们唱的那个可怕的歌曲，张稀和刘杰，我以为两个人唱歌应该找在调上，还有庆姐，三个人唱歌不挺好的吗？唱那个东西救命了，真的，说实话。要是孙悟空压在五指山底下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在那给他唱那个歌，那孙悟空得把山给举起来就跑了，那玩意不比紧箍咒难听多了。就可怕到这种地步的歌喉，真的是。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欣赏。我特别喜欢欣赏这种时刻。对啊，这三人单拎出来唱歌都挺好的呀，怎么合在一起就太可怕了。所以我为了怕这种人来荼毒我这个美好的生日的一天，我不希望我生日的第一分钟啊就遭受这种魔音贯耳。我希望我生日的那一天呢是一个非常安静的非常愉悦的时候，所以我就躲起来。没有，那天是这样的，那天那个 MC4 啊，怎么说呢，他那个夜晚不星星吗，那艾未央第一句不是什么夜晚吗，但我忘记怎么唱了。然后脑子里面就突然间想起了那个音乐，我想也不也对呀，不就是吗，今晚没有问题，也晚上星星月亮不灵不灵的。怎么都是说唱，哎呀，听这首歌，年少时光。谁能想到呢？谁能想到这会有人把答案怼你脸上啊？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都是一首歌，不一样。我的童年那个时候，就我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的年纪是个位数，但你不是啊。那不叫童年，那叫年轻的时候。周杰伦跟我是同龄人，我们俩都是80后。
是啊，但有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跟人攀关系，因为我们东北人就喜欢跟别人攀关系。咋说呢，就是你们知道吧，就是最近这个谁妮妮啊，他说他不是在这个上演话剧吗，那个幺幺洞八，我又跟我朋友说，我说想去看的，好想去看，但是那个时候票基本上就没有了嘛，他就跟我说那你去呗，我说他票有点贵啊，他这朋友是东北人，他说去呀，妮妮就等你了，你像妮妮等着你呢，我说哇你这话说的我跟他好像很熟的样子，真的是，我说差一点我都以为我们俩认识啊。但是根据六人定律啊，因为我这个我有一个朋友，我微信里面啊，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人，他的确对，就像前人说，哎，原来你是我和韩庚老乡啊，感觉他跟韩庚俩人是一起长大的兄弟俩。我六人定律嘛，我那个我的朋友圈里面就微信有个好友，他跟妮妮的确是朋友，四舍五入呢咱也是朋友是吧，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，虽然人还不认识我，那人家有微信啊，人家发朋友圈都是说什么啊，大美妞今天早上真漂亮，艾特，然后就艾特了他，知道吗？但是因为那个啥呀，但是因为我没有人家微信，我这个艾特我都点不进去，你说要像微博一样可多好啊，你说如果像微博一样我就看到点进去了就能加人微信了。就哎没办法，你怎么认识了，你家的朋友你也有他们的微信，你朋友也有娱乐圈其他人的微信啊，你有一个认识的姐，她表弟是个演员，最近还蛮红的，谁呀？我们都认识吗？不能说这么红啊。哦，你朋友去跟万茜去组了啊？你朋友跟程潇一个小区？哎，你们怎么都有这种朋友啊？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朋友？你大学同学表哥啊，那咋了，那你这个大学同学也是个东北人呀、啊、我那天听到他的那个说什么，你净扯啊，你净扯，我说的普通话，锦州啊，认识锦州的啊，我也有锦州的朋友，我锦州朋友咋就没有你这个朋友这么那个呢，你跟人堵在，你怎么跟人堵在一条路上的啊？你这是去干什么啦？啊，你朋友跟林俊杰 KTV， 咋唱 KTV 唱到一起去了，俩人 K 歌去了。1000万粉丝啊！对，你在上海见过这二位，已经比他们很多人强了。你爸鹏的儿子是人家女婿。你这个厉害了。
好厉害啊，你们怎么都有这种朋友？调查你朋友，好神奇啊。那应该不会吧。你班有同学吃播网红，抖音有100万的粉丝那种。哦，那我同学有一个同学是也是微博红人，就是 Jerry 啊，微博红人，微博还有100万粉丝。你这个交友圈厉害了。你同学还去综艺，你同学都能去综艺，我都没去过综艺。对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同学上过天天向上，我都没去过。啊，奇葩说我也没去过，爱乐之城我也没去过。哎，你说呢？你同学进过橘子，这个就算了啊。你朋友上过快乐晚宴，大家关注吗？你同学表姐是田馥甄，你目前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你赢了。你这现在赢了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的文字我很喜欢，你的私信记得关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你的同学看起来都很有文化，而你。你的同学要么去一见到底，一边去，那可能都是去就是学霸。那你，你舅爷爷的干儿子是周深，韩寒是你大学同学，你什么大学的？同学是同班同学吗？大家都上一个大学可不算啊。啊，他是学渣，他怎么能去一站到底呢？你现在就去网上，你扒他，你说，震惊，前一站到底选手，实际上，考试没过，都靠我。微博暴涨10万粉。啊，就搁那一站，然后就被摁下去了，是吧？现在做话剧，这个差距还挺大的，了不得。那一个网吧通宵算啥？你俩连坐才行。郁可唯是你学姐，这都很厉害，但目前来说还是那个什么同学的表姐是田馥甄比较厉害。他们抢也抢不过，你还差点跟人咋？你还跟人抢没抢过人家？以前老板的房子租给过几个上海的小明星，不认识吗？但是人家这个住哪儿？你管这叫小明星啊？
你管这叫小明星啊？在你眼里这是小明星，那我们是好过分啊。你说嗯，虽然我知道他名字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样，我虽然知道你名字，但我知道你长什么样。哎，话题可以终结了。真的是大家在这个小小的软件上面都各显神通了。了不得。现在9:30，40我下怎么样？对啊，别老想着喝，那好歹吃点菜，你知道吗？别老吃花生米，那花生米不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还做梦，梦到过我做了个梦，然后那个地方还遇到了一个明星，这明星挺火的，我就不知道是谁了。遇到明星，我跟明星讲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我把那个梦跟明星讲了一遍。哎呀，不管你们再厉害，现在不都在张二宇的直播间里吗？哇，那人家比我有名多了。我给明星讲了梦，这么讲梦，我梦到梦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人，大家对最后都在这儿直播间里面说什么？别骂了，别骂了，这是什么回事啊？这话，这个话剧和话尾，我咋就这么不爱听呢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之前我小的时候，就是我之前不是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电视剧嘛，然后当时我拍《十国》的时候，我一直没敢跟人家说，我一直没敢跟人家说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，两个都是。我怕被人削，知道吗？因为人家会问你说你多大呀，然后说完之后就哎呦好羡慕啊，所以我就是我的求生欲，我就会说，我说嗯，我就不会告诉他们，我说的确，一个是我看着综艺长大，另外一个是我看着电视剧长大的。对，他们出道比较早，你就我毕竟我看东西也早啊，啥都看。还好吧，
这都是天蝎座听的歌里面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蝎座都听这个歌。没关系，我已经逐渐接受这个事情了。就像我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有人发弹幕说啊，蕊蕊姐姐，我都已经无所谓了。我说嗯，是的，只要没有人喊我阿姨就行、是。喊我姐姐的比我大，那他这个，这是因为什么呀？哦，原来是这首歌，这首歌突然我感觉耳熟了起来。哦，真可怕。我一般管这个、哦、我一般管多大的，只要反正比我大的我都管人家叫姐姐。撒娇这话像话吗？这歌叫撒野，你这撒娇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这画风一下变了。但是有的人不太喜欢听，有的人不太喜欢听。我知道天津的，天津他都叫姐姐，是吧？你外甥女的确要喊你阿姨啊，喊你姐不差辈儿了。就像我的，因为我的辈分比较大，有小孩，我跟他姥是一个辈分的，那也不能让小孩喊我姐呀。差辈儿了，对，我小学就给人家当姑姑啊。我也是小学时候可以去给人当奶奶了，无所谓啊，当姥姥了。你的姑姑比你小一岁，孩子都会跑了，她到这个年纪了吗？的确，我正常，我家里面喊姐姐的人，要跟我妈差不多大吧。哎，这太正常，太正常，家里这种辈分很多的。那家里人少挺好的，说实话啊，人多的话很烦，因为你也不认识。是吗？人多那吃饭都抢不上趟。那就自己家，想吃啥吃啥。
打牌我又不打牌，打牌很烦的。你说他是亲戚吧，你也不该使劲打人家。如果是长辈，输了小辈的钱，你长辈给你小辈，小辈敢要吗？那如果那长辈就说，哎呀，到时候一起给你，他不给你，你能要吗？你跟他说给钱。哎呦，想想就烦，想想人也开始焦虑了。还好我没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亲戚。一家人还打积分，神奇了。我自从赚钱之后，我就没有拿过压岁钱了。都是回去给家里钱。不过还好家里没有人。谢谢谢谢叶姐。想听歌吗？还差四分钟还能听听歌呢。好，那换一首歌，不听这首歌。看看这个歌单有没有什么歌，我有点忘。哈哈，我知道了。咯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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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听，我刚才刚说完不听说唱。当然是因为词啊，因为我一般不怎么听旋律。并且当我很喜欢一段词的话，它的旋律我都可以无视掉。主要它下一首歌其实是《爱人错过》，我想了想，这两首歌应该差不多。
我喜欢，我这个能看演员了。我想一想，我那之前那次收藏那首歌叫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怎么就不能看那个呀？按顺序来。我不记得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。那到点儿了，我这搁那放一半了。你在听歌，你怎么还有什么感触啊？这个人发的是什么？马来语吗？上天哪，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，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我依旧在想他。给你们听，我前段时间因为在这个也不算那什么，就是因为偶尔之间看到这个歌词比较喜欢的一首歌，给你们放一点儿。因为我给，因为我只想给你们听一段儿。哎，我刚放了5秒钟吧，你穿你能够5秒钟再说。你就听了5秒钟，你都听到旋律了。就是，我感觉我喜欢的词就很神奇，就是完全是看自己的点，知道吗？这哎，当有人发这首歌叫《负重一万斤长大》。
哎，但是说实话，这个歌的旋律的确有种就是其实挺那个的。对，我就是因为在 B 站刷到了这个，然后看了眼歌词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哦，对，抖音。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的唱法还挺 V 加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脑子里面出了一个这个形容词。就是很洛天依。很洛天依，就是很像这个虚拟歌姬的那个唱歌的唱法，因为就声音就对。对，他的音色很像。是吧，越听越有点这种感觉，所以这可能就是刚才有人说听着感觉有点像那种日文歌。对，但是人家应该是山心吧，我有点不记得了，但是人家山心，但是人家那个谁的声音，他自己唱歌不是这个声音，但是那个谁很像，唱小小鹿的那个人很像，小小鹿也是这个声音。小小鹿的那个，我忘记唱小小鹿那个人叫什么了，反正他唱歌也是这种，怎么唱来着？守护着我穿过黑夜和黎明，就是很电音感觉唱的，是不是一个风格？什么啊？身边靠近，哎，不行，我今天要唱破音。这个地方要上去了，算了，就这样了，下了。对，我其实超会唱电音的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唱歌很电音。拜拜，走了。给我怀抱，依靠着，让我想你。走了，想不起来，这会儿是真想不起来。